为了摕到台书写的春联，南投镇区管理处出现长长排队的人潮，真侪人真早过来排队啊！尤其民众的手中摕到一袋搁一袋旧衫裤，要捐出来做爱心时，也会有机会，把家己手扎转去，讨一个好结条。我七点外就来啊，是哪早？啊，就想讲往行的，较早嘞，唔得排较头前。哦，他抽会到对啊。抽啦抽啦，啊抽着欢喜哦。哎，真欢喜啊，真欢喜。四五年了，哎，啊，感觉这活动安那？这活动很有喜气啊，啊，哥大家都很高兴来这边沾沾喜气这样子。年快乐！南投镇区管理处表示，当初为了回馈地方，随举办精赏春联的活动，今年已经是第十年，想不到人数一年比一年更加多。这边大约有千多位的人做会参与，为了让更多民众来感受这份热闹，因几位沙河马上在水里来举办活动。南投像水里乡那个桥顶雕像，阮本来要送要赠春联。也是请书法家来挥毫诗写送民众春联一万、哦、你们假如有花票两张花票，我们也可以送树苗，大概我们预备了1000枝的树苗来送给民众。除了精赏春联，另外南投镇区管理处现场也搭配警方以及消防队来做宣导的活动，希望提醒民众在欢喜过年的时阵，莫来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